太大声了。这只猫妈妈呢，之前在人家那里生的娃被发现之后就被丢出来了，丢到我那里，然后又被那个另外一个老太太又赶又打，后来猫妈妈又丢到我那里去，然后就把它安置在我门口。你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内，我有某个。嗨，不要害怕哈，不要吵醒你宝宝哈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凶我，不要凶我。啊，对，你们堵住那边就可以了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论你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再寂寞梦内。好了，团聚了，一家六口团聚。别怕。如果不抓，这个母猫已经生病了，小猫也被传染了。